头一次野餐就出代志，真正是出师不利，利利利！拄着风狗，一定袂有好代，叽叽叽叽叽叽叽！我拢听着啊，啦啦啦啦啦，真正是！超工讲互你听啦，喂，我这时间穿到这跑，要倒废位啊！你要去甲内关酒酒哦？啊！好啊，莫阁讲啊，我已经饱到醉啊，我要来去巡逻啦。巡逻？听讲你今日野餐，险啊，甲你未来的丈母拍无去。我着甲内关八字袂合啊，啊，做伙饮酒，伊着酒醉；啊，做伙野餐，伊妈着无去。吼，后界唔知阁会发生虾米代志，我受着我着惊。哎，你哪会讲吼是跟代赛？对，我代赛。啊，不过吼，下当免甲丽官做伙，安尼就好啊。所以你对丽官完全拢无心动的感觉？我是谁啊？啊，我世界第一痴情男子汉的，你爱怎样？没有水的地方是沙漠，没有心痛的地方是寂寞。我要哪有可能这么简单就对白查某囡仔心动啦？干嘛呢？不过我听起来意思是无遮尔简单，啊，不过有可能会有心动的感觉。唉，严格来讲，我的心已经被别人偷摕去了。严格来讲，你的心搁伫遮。严格来讲，是你的心被别人。别人煞无爱滴，严格来讲，我的心跟你有啥物关系啊？啊？哼！你唔讲啊，咱大家住做伙就一家伙啊，爱互相关心啊。好好好，安尼啊，我今嘛就来处理恁的心是要放倒位啦。来，坐坐坐，请坐。来，阿弟啊，你今嘛甲结婚安怎？加分哦，伊家己个安尼烦恼，看看咧带袂转来啦。即摆哪有心情插我？伊有啥物拍算？拍算哦，拍算拍官司，甲款款讨转来。拍官司啊，这开钱佮开时间，而且佮无一定拍赢咧。啊，无请问你佮有其他个好办法？无啦，我是咧想，伊若想要囡仔，啊，着好伊啦。囡仔遮尔好呀。啊，会当予款款上好的迄生活环境啊！我想安尼对囡仔嘛真好啊！啊，结婚吼，若遮尔介意囡仔，啊无以后你阁生一个就好啊！吼。嗯，啊话拢是安尼讲啊，讲安怎讲，款款是加分怀胎十个月生落来的，哪有可能讲放就放？好啦，安尼哦就歹处理啊！你爱想哦，你以后甲加分做伙，你就算是款款的后妻。你一定要想看卖吼，要安怎甲款款斗阵？这我无烦恼啦，只要加分愿意哦。款款是伊的囡仔，伊的囡仔就是我的囡仔，我相信哦，我一定有办法甲款款建立真好的关系。金龙爷，你人足好个呢，会当甲款款哦当作家己的囡仔。阿伯，守山哥嘛是甲你当作是伊的囡仔同款啊，对无？阿伯对我足好。所以讲啊，唔是一定要有血缘才会当是亲人啊。咱个大组伙嘛是一家伙啊，对无？无唔对，咱是一家伙啊，一定要相听的。兄弟啊，你若需要律师，我会当替你介绍。哦，拜托，你是拍刑事的，加分迄是民事的，无同款啊。哦，是哦。好啦，我即马，我先来去巡逻啊。好，阿伯，不要做伙来。我无啊。啊？才出门顺便运动减肥呢？借问一下，我若是减肥，我要安怎叫阿肥？对，安尼拜托你，莫减吼，你千万唔通减哦。这件代志，我一定答应你。乖，我来去顺路啊。好啦，较顺利啊。新龙爷，我严重怀疑哦，咱是不是去予迄个峰哥的这个浮夸病传染的？可怜哦，咱刚
敢会去食着伊个嘴软？哇！对啊，我昨天不在炒菜，无说伊，都喷一挂伫内底呢。哎呀，还袂嘴软，兄弟！呸！成功搁甲加分姐给我遮尔啊困难的任务，其实我一个烦恼会做袂好，咧想讲要安怎做较适合。你若是有需要，随时再找我讨论啊。无咱即马先翕一挂短影片给加分姐用镜。哎呦，我袂阁跳舞啊，其他的随在你，我的未来吼就交予你处理啊。哎、欸，爸，阿姐，哎、欸，阿丽，你叫什么？哦，阿丢，加分姐委托林英来替我处理运动品牌行销活动了，我等你讨论啊。嗯，哎、欸，这厉害啊！啊，阿伯毕业都有套路啊。无啦，是成功哥啊，加分姐给我机会啦。所以你专业的啦，啊，阮效率就高，你处理啊。嗯，好，我会加油。爸。啊！你提起，你要顺路。是啊。哎，相爷。嗯。啊，即阵啊，你来加较注意恁阿妈咧。阿妈。阿妈，伊人无爽快哦。哎，哎呦。哦，啊，今仔日遮热闹，啊，你要做伙顺路哦。哦，不，阮阁有别个代志要做。啊，做伙来啦。我甲你去就好啊，免拖因两个。那，唔是阮先。跟我做 partner， 那是你。啊，先啊，转去分林啦，啊，打电话叫我吼大姨的班啦。哦，那无跟我讲啊。哎，啊，伊是衰，你是细汉的呢，伊敢有需要跟你报告呀？对啦，你讲有道理，歹势。爱当出发了未？冇问题，那会当出发，苏北。苏北。嗯。啊，你不用衰，较老啊。不，你比我们生较大啦，所以你的位阶较悬，我当然叫你叔伯。未歹，这个称呼我有介意。阿莲，来，阿莲来。哎呦，那血汗也袂响。叔伯，请。叔伯要巡逻。好，拜拜。再见。拜拜拜拜拜拜。啊，好啦，今仔就先安尼，我去看阿妈哦。嗯，明仔再讲。好，拜拜拜拜。多谢呢。你跟我讲多谢啊？我无甲鬼讲哦。就是你今日咯，到山岗扛老母坐落转来。啊，是我较歹势啊，拢怪我失水，才害阿姆走无去。啊，伊即马敢好势好势？明仔载带伊去病院检查。哦。正常阿仙啊，应该有甲你讲，我对你甲李冠强做伙的态度。我知影，人贵自知，这一点白李冠是有的啦。我知影我家己配得起李冠，所以请你放心。我袂甲李冠做伙，我嘛袂伤害伊个。啊，我啥物拢还袂讲，啊，你就直接放弃啊？我也无啥物想法，我就……啊，你的意思是，你无介意阮李冠啊？无啦，唔是安尼，我要安怎讲咧？啊，就啊，恁李冠吼，真正是一个真好个查某囡仔。啊，不过我的心就已经是心痛个啊！啊，这规个社区的人通知的。我是真感谢李冠欣赏我，啊，不过吼，我知影我家己配袂起啦。我嘛甲讲，大家做朋友就好啊。原来李冠是家己咧介意金凤啊。
爱离婚到尾啊，一定会伤心。那姐姐，来，苏北，下坐。卖伫遮，袂使尿啊！免甲管啦，啊，清屎尿毋是啥物麻烦的代志，啊，互伊哦有一个所在通休困啦。哦，苏伯啊，啊，你嘛真爱护小动物呢。我细汉的时阵吼，会惊猫啊，感觉猫啊哦。真傲娇，啊是狗啊哦，甲人较亲。嗯。有一天哦，礼官抱一只流浪猫回来，本来我会惊，啊不过哦，甲伊斗阵过来哦，发现了，猫啊哦，嘛会生奶，啊而且哦，比狗啊搁较趣味。啊，过来吼，我著我家己疼惜咧，才知影，原来吼，我是爱猫啊，毋是爱狗啊。哦，啥物哦？你爱互猫啊机会，毋通因为惊就毋敢活。好啦，我著无爱猫啊。你无爱猫，猫会伤心咧。我跟你也无关系，我差不多是伤心也是欢喜。你就是爱试看卖啦。啊，我咧讲猫啊，啊，你就当作我真正咧讲猫啊。不啦，苏伯啊，啊，无你到底是咧讲啥？家己想，想清楚。我知啦，啊！你讲的猫啊，就是雷管哦。你家己想啦，规日哦，你爱甲雷管好好啊斗阵啊，替伊完成愿望。冰哥，唔是无希望我甲雷管行做伙，哪会即马佫改变心意啊？苏伯啊，请你放心啦。我一定会好好陪雷管吼完成伊在愿望的，啊，我嘛会好好甲讲，我袂会伤心的啦。欧巴。